你怎么了？脚扭了。一个人很寂寞。哎，没事儿，我给你按摩按摩就好了。你还会正骨啊？那咋不会呢？上学那会儿，思思脚就扭了，那就是我给摁好的。思思，就是上面一个甜，下面一个心那个。我问你字儿吗？思是谁？前女友。哎，等会儿，你没事吗？你啊，你怎么走？你喝口水吧，你歇一歇先。我不渴，思思渴，你也思思渴啊？我背你呗。背思思，思思需要你背。那扭脚了就别走了呗，都走到家你逞什么强，你多让我心疼啊。你还知道心疼人呢？那咋不心疼呢？思思上学那会儿就给我心疼够呛的。你喜欢走看我。啊，不是不是，我给你用这个呢，超浓 super nice 沐浴露。这个不会思思也用过吧？那绝对是没有啊，我跟你说，这是杭州亚运会同款沐浴露，特别适合你运动后使用，它里面的氨基酸净肤成分能让你轻松去洗去黏腻和汗味，里面还有清凉的薄荷精华、植物精油香氛，让你一扫刚刚运动后的疲惫。算你有良心，我一会儿给你清凉。这沐浴露用着是比之前的清爽啊。那是你一出来我就闻到你身上的海洋香了。你唯一的优点也就是有点眼光。哪买什么好沐浴露？我不知道啊，思思买的。他说红妆面带浓妆。